这个蒜汁的啦。你们在吃。这三条你的啊？嗯，我的。一条100啊？啊，一条100啊，500多一只的意思。这个也是500块买的，500块。
八卦生酸命。在做很贵啊！啊，我来这拢会来这买快票啊！好不？这些啦，这些都是其他的。你有当在做直播嘛？是你们的人啊？偶尔而已啦。我爱用直播啊。礼拜啊，拜五三八。对啊，高雄啊，高雄啦。无，今日无到高雄，有当时就去高雄。打工啦，啊，伊这么高雄干呐？做落去，先打工，就做落去啊，你无去啊吼。现在了，金巴。哦，对啊。金巴感冒有过去。啊，即阵高雄有疫情关系，遐拢无都照卖。过去吼，系啊。金巴，我即摆一，是无你看啦，讲平价，以前遐来，无做阿袂做阿。光华路一点啊。哎呀哎呀。
无，你当初那边是因为遮有人租，啊，所以才会变成卖。不快吧？你袂甲遮轻松，做袂习惯的咧。完全没有压力。哎，是啊，你啊。啊。金秋。黄金仓。我要怎样？有人需要，有人需要我注射内力的。这边日本华侨行越来越多了。这几分哦？没啊，没啊，是九一，这一百块。再一支给你了。
一个四十年，一个三十年。说真的，日本是一个适合游玩的地方，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讲，应该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，繁文缛节太多了。睡醒了，会这么晚起来，一定是跟他的小鲜肉男朋友昨天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，才会这么晚才出去。小屋高站，新月天空高站。啊，没有爆满。嗯，修很大，我知道。哎，苏会长哦。这种可不差嘛，跟或者伊也无啥物事，还是状况。你看三公斤起来了没？你只看三斤，那个不一样。还过还过。哎，你现在搞啥？哎，你三个人在那搞哎，都过不去。哇，两只小萝莉。100块，100块。所以青青是有穿右边这件紫色的战斗服去装修吗？哦，这边有很多战斗服。一次分到500块。
夏天吗？应该是秋天吧。对，我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去奇面温泉洗温泉。我那时候去奇面温泉洗温泉，然后晚上洗完温泉，就从温泉饭店走出来，去那个居酒屋跟日本人喝酒。最好笑的是，语言不通的状态底下，我还能跟那些日本人喝到醉。就拿着手机这样子哦，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这样子翻译哦，然后这样子喝到醉。你好，准备一百。头一颗一百。他出令走，我现在在嘉义，所以温度会比较高一点。Thank you.